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欧洲卡车模拟啊，不是，今天是拍 LSPDF 啊才对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卡车运送，那要运送什么呢？就是送我们之前开过的一些超跑，那要送到北方的警局去，因为那边的警察表示他们那个地方非常的穷啊，非常想要开一些好一点跑车。听说南方洛圣都总是有一个条子这边乱开警车，开的稀巴烂，他们也想争取好几台超跑过去啊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让崔佛警长运送那几台过去吧。那这个运送啊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整台车子啊，可能几十亿在那个地方啊，哇，这个没有钱，千万不要乱做这种事情啊。这个开车要特别小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先把我们订来的超跑啊，全部放到这上面来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个地方要先把它给打开，把后面这边啊给它摆下来，然后把上面这一层啊，上面那一层先放啊。好，我们先来开我们第一台车子。我们第一台闪亮登场的就是之前拍过的这个 Porsche 78啊的 Porsche， 这个。我现在有点担心低底盘的车子可不可以开上来这上面啊？等一下我先调正哦，应该不会撞到吧？应该不会撞到吧？疯狂警长吹否哦，磨到了，磨到了，磨到地板了哦！要求要求要求，可以吗？这个马力60、70、80、99，是不是要啊？要带点助跑是不是？来来来 ，NG NG，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，来来，我把车子开上去哈，嘿，推一点。哦，有有有有，可以可以。然后我想要让这个警灯给它全程亮着，有错。然后我们把第一台车子放到最上面，有的，它这样子警灯就会亮，然后不会有警铃，太棒了太棒了。哇，这个低底盘，这台底盘算高了哦。等一下后面那几台低底盘的，看起来前途堪忧啊。再来是我们的 AMG GTR 啊，依然十分的霸气，好吧，开上去。带点助跑，带点助跑。哦，这个，哦，磨到旁边了，磨到旁边，糟糕，几万又不见了啊，几万台币又不见了。好的，啊，亮警笛，啊，把它给弄在上面。OK， 再来第三台是这个 GT 500啊，这个尽量把高底盘的车子放在上层，应该不太需要太多加速。哎呦，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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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爬不上去，爬不上去，爬不上去。这时候应该可以，这时候应该可以用这一招吧，应该可以直接，哎，直接给它放上来耶！来，车子现在哇，哦，五颜六色的，亮亮的，附近的车子会不会因为这个警铃停下来啊？好像不会哈，好，还行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往上移，移上去，超帅的哦！我刚 K 了一下是这样。好，再来还有三台车子，这台卡车呢，一共能运输大概是六台车吧。再来是我最喜欢的这台迈拉伦MP42C， 这台车子是我目前觉得开起来最顺手的一台超跑，不知道是参数的问题还是怎样，它整台开起来非常轻巧，然后很快又很稳，真的是超棒的参数。来把它运送上去，哎，这个镜子，哎，要求哦，这个镜子，好好不会磨到，但是这个啊，这个底盘旁边已经咔嚓咔嚓了啊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人称。推嘞推嘞推嘞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开往前面一点，好，顶着，哇，这台，哎，按错按错，啊啊，没没没，不要把我关在这里面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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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手速一个太快，好的，放上来，哦，怎么的，啊，这个迈拉伦好像有一点 bug 啊，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呢，我放了六个位置，好像不管怎么放这台车子都会，就是没错，它就是会这样悬浮的浮起来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就很想放这台车，所以呢就让它这样子吧，我们就假装它是一台比较高贵的车子啊，需要把那个整台车子给架空啊，大概是这样，模拟一下嘛，假装一下嘛，好不好，这没办法嘛，模组就是这样嘛。接下来这辆是兰博基尼的 Aventador， 这台车子啊，应该这底盘有点危险的感觉啊，能不能开上去呢？能不能开上去呢？试试看吧，试试看吧，来哦，来哦，哎呦，哎呦，磨着磨着啊，可以可以，默默的默默的磨，好，我们把它停在这个中间，好险好险，蛮顺利的蛮顺利的，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啊，好，哇，好帅哦，哎，忘记亮警铃了是不是？再上去一下，拍谁？它可以直接这样上去吗？好，可以，亮着警铃，然后再把这个车子存到这地方，
们今天就是挑这种稍微有点黄昏，然后快晚上的时候，这样子既不会太暗啊，也不会太亮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警铃在闪烁，超帅的。好，最后一台。最后一台就是前一阵子出现过的牛王，哇，770，好不好？这个车子我可是没有把握可以让它直接上去啊！哎 ，What the hell？ 是旁边的镜子吗？轮胎，推嘞推嘞推嘞，这下有点尴尬了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给它啊，直接。它装上去硬装，我直接硬装。等一下下来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再想办法吧。好的，目前装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台 12C 比较不配合一点啊。为什么会浮空呢？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然后把后面这个给它升起来，后面给它升起来，这个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哎，好险，这个不会直接穿过去啊。这个才对。我看一下它这个升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慢哦。我来看看，哎。没有，我要坐上去，我要拉上去，你有种就把我夹死，哎，有没有？来，有种就夹我啊！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对于车价很有兴趣的话，不妨算一下这六辆车加起来市价大概是多少啊？知道的话在底下留个言让我知道。但是我知道这至少好几亿跑不掉了啊，这应该是好几亿了。光那个牛王哦，要求我还没有放到一些太贵的车 ，GT 500算是比较便宜一点啊。我好像快被夹死了。来，能夹住我吗？啊，能夹住我吗？要合上，要合上，吹风不要一直乱摸自己，很恶心啊！快了，快了，要被夹成肉饼了，要被夹成肉饼了！我一直往上浮，一个后继无力啊！算了算了，不闹他了，他这应该就是有人，他就没办法夹住了。看一下，他完全合上哎，哦，直接一个合上去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直接出发吧。我们等一下标记一下那个位置，上车。好的啊，等一下，大概等夜色稍微再晚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我们现在标记一下位置，那个警局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准备出发了啊，准备出发。我们出发吧。啊，让我们出发吧。我们今天有装这个导航系统，稍微再等时间晚一点点好了。好了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了，偏了黄昏啊，有一点光晕这样子，看起来不错啊，这个感觉还行，这整台车。闪闪亮亮的，连前方这个车子，我看一下，前方这个有三段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不亮警铃了，这个也不是什么紧急的任务，我们就开始出发啊！放了个车子，好像放了有点久啊。前方200米处，向左拐。200米处向左拐。啊，这个带的有点中国的口音啊，听的我听的是挺习惯的啊。这边吗？这个警灯怎么有点？呈现紫色的感觉啊，是，哎，路是哪里啊？啊，是这边是不是？那边乱飙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这个技术啊，不要乱撞啊，千万不要乱撞。来，开过来，开过来，哎，我们最高应该有过那个吧？应该不会撞到那个哦，应该是不会啦，没有装太高的车子，可以。啊，终于可以离开了，终于可以离开了啊！等一下，可能开个第一人称看一下吧。先摆脱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点难开啊。希望今天路上交通要很顺利。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但是一直有观众叫我做这个，我真的不明白啊。大家喜欢看这种感觉吗？孩子在路上。这个镜片的颜色是因为吹口戴那个墨镜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这一集大概就是运送到那个地方。海面上有那个东西，快快快，橘灯，闯过去，可以闯过去。我们的车速很慢，只有70-80而已，这载了太多车子，马力没办法到太高啊。我看一下它最这个视角最远可以到哪里，这样子是不是？那就这样吧。在前方200米处，继续。200米处，哦，好险好险好险，差点撞到。这个因为片长的关系，红绿灯我就不等啊。这个有时候这个红绿灯一等不知道等多久，可能5分钟在那边等红绿灯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。在前方200米处，继续直走。200米处继续直走，大哥不要撞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啊，好险他刹住了。向左拐。200米处向左拐。向左拐。这个导航只有女音啊，没有男的。
继续直走，继续直走，看一下，哎，不要撞过来哦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的车身很高，没事没事。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状况了，亮着警铃还给他撞过来，真的是牛逼。我们附近一直听到继续直走，有警车的警铃啊，有同人的警铃在这附近。来弯过来，弯过来，哇哇哇，被挡住了，被挡住，我们被夹住了，死路死路啊！这时候只能硬等一下了。看着前面这个宅配通啊，啊，绿灯了，绿灯了，继续直走，继续直走，适时拉一下这个视角。等一下，用这个电影视角来看看，电影视角是哪一个啊？是按 R 吗？我有点忘记电影视角是哪一个视角了。哎，按 R 没有效果吗？我记得是 R 呀。好吧，看起来这个模组好像在车上没办法使用的样子啊。这边红绿灯，等一下。如果没有电影视角就没关系啦，我们这样子瞧，哎呦，这个光泽这样看下来，嗯，不错不错，也蛮像在看电影。这个好像比较拿来适合拿来做直播，如果拿来做这个影片，怕大家看的会有点闷。向右拐，向右拐啊！不要乱讲，这边才向右拐啊！大姐姐还有，不是小姐姐，这里还有20公尺呢。这位仁兄可不可以快一点？我都快给他吹。哦。这个极限距离，哎，走啊你，快走！给不给弯啊？我们把角度调大一点啊！来哦，我是不太会开卡车的啊，非常不会啊。这个我现在很怕整台车子翻掉啊，这然后超跑六台超跑直接在半路上面爆炸，有没有？这个就完了，吹佛就完了，永远在警局那边扫地。慢慢开，慢慢开，这只有六十几 km 而已的速度。好，我们开个第一人称吧。OK， 这个喇叭已经是完全变成警用的啦。对，还有警笛吗？还有警笛声呢。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！不要开，不要乱开警笛声啊。好，回过来。后面的车子已经在叭叭叫了啊！不要乱撞我们的车，几百亿在路上，你撞你赔得起吗？啊？真的是，这里一台车都可以买一个厕所了，好不好？只能买这可能台北市一个厕所吧，没有啦，没有到那么夸张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这车子好多个轮子哦，这边六，然后加上那边四，哇，整台大车在路上奔驰着。哎，旁边有一台，那个是刚刚运送回来的吗？长得一模一样，哎，对哦，对哦，我在路上，其实我在 GTA 路上还没有看到，就是。有装的这么多台车，你看他们几乎都是空车，有没有？模组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把车子这样装上去。另外就是在故事情节之中，那个 Michael 好像，是 Michael 吗？他们不是有一张去偷那个什么 JB700 那台车？那个有一个段落就是他们抢这个整台卡车上面的一台车，然后把它抢下来，超帅的。可是我们模组嘛，就只能这样子大概模拟一下而已，当个快乐的运送员。好平淡，今天这一集淡淡的，好放着一点音乐，这样轻松的音乐在旁边，好悠闲的人生。但是如果这个等一下一个撞到就不悠闲，应该不会撞到啦，我这个技术可以的。好，车速已经来到了快100了，刚一个下坡，我不会撞到前面的车啊，我们超一下车子好了。玩命超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超。欸，等一下好像要拐上去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再快车道了。我先要转过去，我先要转过去。当个无良驾驶司机，直接这样拐过去。快走，这个货车，这是什么吉普车吗？超慢的。在前方200米处。哇，我要弯68那一条上去的。来的，排队排队排队。哦哟哦哦哦，先让他们走，前面那台。BMW 开快一点好不好？快一点，警铃都响了。
开快一点，开快一点，没被逼过啊，没看过超跑哦，开 BMW 了不起哦啊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这个地方没有，这个地方没有那个红绿灯，他们是怎么分配交通的？向左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要过去了。旁边那台黑车，你不过我要过了，我要过了，我要过，我不管，我一动他就跟着动，是哪招？快快快，跟着他走！这个角度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就到就到就到妈的哦，就他妈的 ，what？ 什么情况？现在什么情况？不要撞我好不好？自己人，兄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好不好？磨着磨着啊，摩擦摩擦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可以。刚刚怎么听到了一个电台的声音啊？那不是小富那个任务吗？不要哦，不要哦，附近有警在追人，是不是？警匪追逐。不会过来吧？不会过来吧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险，这个车子做得很好啊，它这个防护不错啊。这其他车子撞过来都只是，我们都没事啊，可以可以。旁边有一点磨损，还行。前方400米处，继续直走。不是400米处向右拐吗？怎么是400米处继续直走呢？这个导航。可以，我其实我应该挑战就是把那个左下角地图拔掉。然后只听这个导航，这可能会导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。哎呦，要过铁轨，可以超吗？这台车可以超吗？给超吗？给超吗？向右拐。好，这里要右转。我们超车了，我们往外扩一点，然后再转进去啊。货车什么的，我还是略懂略懂啊。这只鸟怎么刚卡在那个电线上面 ？OK， 北洛圣都的。穷酸警察们啊，我已经帮你们把这个车子给运送过来了。你看，你看到他们了没有？他们在外面只有两台重机可以骑，真的是略显穷酸啊。好啦好啦，我来帮你们啊，我把车子摆好，我们先停在路边好了，不要挡到这个路上的交通。把他们停在正门。好的，大概是这个角度吧。可以可以。哎呀，我的吹佛警长帮你们送车来喽，应该不会被抢走吧？这个随机任务应该是不太会出现在这个上面的。好，我们先从下面的运，下面的话先运，对，先运这台。好，我们警铃差不多可以关掉了，要不然等下路上的车子一个机动。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没有帮我把位置给瞧好啊？你这样子要我下去，不太对哦。啊，糟糕。啊，尴尬！啊，糟糕！这个镜子，牛王的镜子，没事做那么长干嘛？刷赛，刷赛，刷赛，刷赛！刚刚可以上来，现在怎么下去啊？我用力，我这啊，下来再修好了。啊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拉一下，拉一下！我扯，扯掉，扯掉镜子，镜子扯掉了。这个镜子大概几万块吧？天哪！好，我们把这个车子修一下再给他们啊，修一下车子。来来来来来，真的是。好，我们把车停在这里。没事没事，干嘛？我这样停好，等一下可能那个车会不见哦，就是我们去刷会不见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就假装一下吧，各位。好，再来是第二台。这可能按一下，这个因为它会按一下嘛，这个按一下后面的车可能就不见了。还在，把警铃关掉啊，慢慢扒骨。这个镜子不会勾到吧？刚刚没勾到，可以哦。这个角度怎么怪怪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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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糟糕糟糕！什么情况？这个这个视角怎么 ？What the hell？ 什么情况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我的引擎盖怎么就卡在这上面了吗？我这上来容易下来难啊，这扯不掉啦！我扯它，用力扯，哇！保险杆被扯掉，修车修车，看得好爽哦！扯这个超跑的引擎盖，哇！撞到！可以可以，这个警察局原本从一个点穷酸样，瞬间有没有富有了起来耶？哇，感觉不一样这个好，12C，赶快把这12C撤下来，超怪的。
那台应该就可以直接那个了吧？啊，果然旁边那台牛王不见了。哎，是牛王不见了吗？还是不是不是？刚刚那个另外一台蓝宝坚尼不见了啊？啊，就当作是那个旁边的警局把它给开走了。我们就稍微能停多少就停多少。等下最后的时候再把所有的车子排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修好了，摆着摆着啊，要的自取，要的自取啊，自取。然后再把上面这台弄下来。虽然这一章节蛮平淡的，不过我觉得这个上下车真的是超好笑。好的，那我们把我可以那个吗？哦，吓我一跳！我想要在上面的时候玩它那个上下上下的，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，哦哟哦哦哦，被顶起来了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乱玩啊！不要乱玩，免得等一下吹佛被吊在这边。哇塞，后面两台车都不见了，坑爹啊他们！啊，这个车没什么受损啊，就摆在这边给你们。好，来 ，GTR。这视角，不是吧？糟糕，这个卡车能不能给力一点 ？Oh shit！ 啊，翻过来，这个跑车压一下，整台车的高度又更低了。前面这个警笛。哦，你们也接收的太快了吧？这个前面还好意思，好啦，两台蓝宝坚尼啦，然后后面有没有啊？直接放一台就直接被他们收走了。这些警察贪得无厌呢，你们。啊，最后一台，前面那边装客气，哦呦，这怎么每次松下来都会这样抖一下，慢慢来，不要亮紧，亮的我都紧张啊，卡住。我要挑战一个无损下来，能展现我这个专业的技术。有点歪，这个镜子哦，可以穿过去。OK， 搞定啊！这两台车，好，放在这边，就给他们了。好，放着。干嘛？这两位仁兄是干嘛？啊，今天警局里面没有人值班是不是？这些警察在混啊，警察在混哦啊，在混哦。好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运送超跑呢，大概就是做到这边。希望你会喜欢这次影片，不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期待我的 FB 粉专赞。那我们就在下一张警察模组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And always hesitating, k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afire.